笑，大仙不闹，摸不来，打把橘子。最近感觉橘子打对抗路挺有挑战性的，一级消耗，二级单杀，特别嗨。还是我们的方案，一不动，给你展示我不动，操作他动了，我马上动。啊，疯狂按补兵键，就不认怂。一级消耗，二级单杀，完事儿，直接反向一闪，正向一刀接一捅，神梦一剑，是不是？好快的刀，然后直接憋六脉神剑。让他看一下边路武才绝学，你有想法？你敢要这个鸟？居然敢抢姐的猎物！要喝猴闹！你打他，你打他！一手普通攻击，正向一捅，直接大招！小小妖猴跟我闹，你在闹，你知道吗？我推得这么快，哎，为什么没买抵抗鞋？买了抵抗鞋都死了呀！哎呦，脑壳疼，没闪还这么跳，你错了没？我这猴子送上西，知道吗？无情神梦一剑，带斩老孙一棒！哎，我是真的烦呐，这个人。俺老孙来也！打我，这个妖猴！猴子没了还不赶紧刷，朋友们，这是我们的机会呀，朋友！我只想知道猴在哪，这不把这个兄弟包一下？我这里啊，这里。姐在这儿。没事，反跳，反跳，哎。走位正向桶，你在送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你在你跟我打，你还一棍，他这一棍居然躲了。小妖猴，你是真的跳必须死，这不过去把这个猴子给我宰了。你刚才那么跳是不是找个名刀，等下让这个猴子嗷嗷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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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防止猴子切后呀。你敢过来，反跳反跳，大招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普通攻击二技能，盯着这个猴子一剑，他直接跪了，好吗？敌方最强战斗力猴子，你醒了吗，猴儿？OK， 游戏结束。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